每一辆彩车中都会有固定的座位，我们会在座位上时刻准备着。一旦彩车失去动力，我们就要跳下彩车，为彩车提供人工动力。我们这辆彩车重50吨，一共有25个人来负责推车，平均下来每个人要承担2吨的重量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彩车里面温度高，噪音大，还有特别浓的尾气味道，一开始会有一些抵触情绪，会觉得这个任务很艰苦。现场的观众们肯定能看到当天非常盛大的情况，而我们在彩车内却只能看到地上的柏油路。我们知道当有柏油路换成了砖地的时候，就是天安门前，我们的心情也会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们要保障彩车顺利通过这一路段。我觉得没有遗憾，父母都知道这个情况。当天在直播的时候，爸妈也都守着电视，然后看到我们那个彩车经过的时候，他也非常兴奋地告诉别人，我儿子在里面。作为工大的一名学生，同时我有一个身份是共和国预备警官，能与同学们一起来保证此次大庆的顺利进行，我倍感荣幸，同时也感受到了身上的使命荣光。看视频上澎湃。